我觉得好，现在剪断。那再按一下启动键啊，它胶带就包好了，自动包好了啊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再按一下启动啊。那我重复一个动作哈，我们在脑子试一下看啊。哎，先挂线啊，从第二个角开始啊。哎。那接下来呢，按启动键啊，把拉线拉好，拉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来包胶带，挂线啊，然后呢，再按一下启动键啊，胶带就包好了。OK， 好，完了。